欢迎您参加网络静心营的十日精进班系列课程。本课程共有九个阶段，以三主要道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性慧为核心，通过次第文思教理、禅坐实修指导、时时答疑解惑，全面帮助学员提升戒定慧的能力，进而实现转化烦恼、去除习气、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。课程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动静结合。每天清晨，您将以晨起发愿、礼佛、观修引导来开始充满慈悲、智慧与正能量的一天。日课的文思教理，帮助您在一天中都保持正念。在善知识清晰详尽的开示下，我们将明确修行方向，掌握实修窍诀，进而心开意解，进一步探究宇宙生命的真谛。每日动功是真正的有氧运动，帮助我们打通气脉，疏通经络，提升阳气，重塑免疫系统。晚课的禅坐指导和练习，把您的心从喧嚣带回当下，通过观修智慧来学习调伏负面情绪的方法，以一个清净的心态踏上找回真性的旅程。而睡前忏悔则帮助您净除一天的过失，还您一个清净的身心。本课程充分考虑上班族学习的特点和需求，学习时间灵活，弹性大，每日三堂课均设有选修课和必修课。学员利用碎片时间，累计使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，即可完成功课。精进班共修特色，为了更好地帮助同学们精进修行，静心营制定如下规则：一、每位同学会有一位同行道友，互相提醒、监督、记录、汇报当日的修行情况。二、生命是一场感召的游戏，遇到的就是最好的安排。同行道友会用各种方式来成就我们的修行。三、早课、日课和晚课均需要在规定提交的时间内完成，特殊情况可以延时。假期，经历系统严谨的十日精进共修后，学员有五到十天的假期，消化、吸收、沉淀所学内容，培养自修能力，实践佛法，将智慧融入生活。进阶升班，假期过后，学员可选择升班，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，也可以重复申请学习本阶段的内容。如有特殊情况无法继续深学，可办理休学，日后因缘成熟再与平台工作人员联系申请后续课程。适合报名对象：一、您希求精进却苦于没有方向和方法；二、四肢懒惰，自律性差，需要团队带动，道友拉拔；三、学习效率低下，做事拖拉，道业日渐荒废，希求改变现状。如果您符合以上三点的任何一点，就请您加入我们的静心营，与我们一起精进，积资进账，您的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。无始劫以来养成的业习，使得我们的修行步履维艰，我们只有依靠善知识的引导、团队的加持、道友的提携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才能克服这一切障碍，获得真正的安乐、解脱和自在。修行路上，师、法、友、团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